哥，戏拍完了，房间规制好了。嗯，看你嫂子了吗？这大嫂好像从下午就一直没见着人啊。怎么又没人了呀？这电话也没人接。罗爷，你在哪儿？哟，我们还不回来。回来啦！这什么情况？不知道啊。不会是受刺激了吧？大嫂，危险！怎么了，大嫂？快点！小心！王丽，快！吵死了！你干嘛呢？你这俄罗斯凉茶好喝是好喝，就是后劲太大。傻老婆，那可是战斗民族的烈酒，瞎喝。老公，你喊我老公了？老公，你是不知道，当你的老婆实在是太爽了。才知道啊。叫我龙太太。龙太太，新婚快乐。静美，怎么了？新婚快乐。醒了，叫我龙太太。现在知道害羞了，昨晚你可不是这样的。张静美，其他我都可以由着你，你这样合适吗？张静美，你慌什么？你们可是合法夫妻。哇，
也太别致了吧。他什么时候买的？都合法夫妻了，换个衣服还鬼鬼祟祟的。那个，你那些衣服都是什么时候买的呀？你说那个，早买了，喜欢吗？你干嘛呀？巧了，我也换衣服。那你等一下，那个女士优先。什么男士优先、女士优先的，一起呗。不行。哎，张静美，张静美，这也是我家。张静美，你膨胀了。龙夫人，你就穿这个？穿这个怎么了？不好看啊？挑了半天，就穿这个。自己的衣服舒服，你那些衣服又不是去参加宴会的。我的。嘘，小气。静美小姐，请用餐。啊，谢谢啊。头一次给你准备早餐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。合的，合的。你先尝尝，有什么需要再叫我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吃个早餐而已，不用这么夸张吧？早餐就是要营养均衡。我没有说营养，说……啊，王叔，我们家厨师。你家还有厨师啊？不合口味吗？不是，哎，我是说，你看，就咱们两个人住，吃个早餐而已，就随便一点，就不用麻烦王叔了吧？那你想麻烦谁呀？王叔就是干这个的，你想让他失业啊？那王叔来了你家怎么办啊？还有李叔跟赵叔。多吃点啊，老婆。吃完了，跟你谈个神秘的婚礼地址。婚礼？哎呀，乐北辰跟于浪选的古堡，怎么样？喂，兄弟，我回来了。你有一条微信。喂，兄弟，我回来了。谁啊？一个美女。有多美？吃醋了？没有。放心，比你爷们儿多了。哎，女汉子。